等会儿再给你们继续看。不是很好吃。肯定不是啊，肯定不是我男朋友啊。对，他演过《军九零》里的杜云奇。我把一碗面快吃完了，我吃个什么？我天天起他，天天起杜老师。拉面一份。谢谢晶晶。谢谢西西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青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有了小老虎，看你，怎么个事儿？哦，你是三级了，啊，真好。我只想问月月一句话，你剪的那个视频我有没有变音啊？是月月还是晶晶剪的来着？专家月新年快乐哦！你没有用变声我的声音那样，绝对不可能。对，啊，对，还可能吧？我真这样说话吗？真的没变，钱多多，也祝你，也祝大家2024钱多多，财源滚滚。你饱了没？饱了，但我还在吃。我也是，我这就没停下来过，我就剩最后一口面了，家人们，咋办啊？然后科学家剪的那个视频也很好，我收到了很多视频，收到了很多视频，然后都是大家在剪我2023年的碎片，很感动，谢谢大家。哭了，叉烧虾，你要不叉烧虾吧？我叉烧虾呢？我捏死了，仨，再不要做了，再打，再打不打？我们那边的，我包的，哦，打包吧。啊啊，对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忘说了。嗯，刚刚有事儿走了。帮我们打包一下吧。好，谢谢啊。快吃，吃完要给他带过去，不然一会儿坨了。已经吃完了。那把钱也锁啊，你把钱也锁啊。你要不然辣椒和醋能打吗？好好的。有的是吧？要。好，结账。好热啊，家人们。这是两碗面，两个拉面，然后加一个肉火。对，然后两个鸡蛋。嗯。
我的剧都没上，家人们，我也想让他们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上。我十月份拍了两部剧，全都没上，真奇怪。我没有切过，家人们，没有切过。嗯，但他就是不上，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嗯，都在审核，但是我又没有，我有一个应该是能，按理来说应该是能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。但是我又没有，我有一个应该是能，按理来说应该是能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上不了，但没关系，好的。永远在最后。万一2024年上了爆了怎么办？啊！不是，我直接加你。他加不加？他应该不加。我估计他不加。我给他弄出来，还没找开。那直接加里头了。对啊，他一点都不辣，他上辣的那次傻傻，那个辣椒盒里面有一点都辣，吃辣的。那走吧，这一块弄出来。没事，咱先过去，看他如果不吃的话就算了。好。是三大了，但一步都没上，走吧。没办法，可能也都没说清楚。没事，走吧。妈妈衣服你拿呗。卡。咱能从这儿绕回去不？从那儿得绕半圈。你现在要去大门口便利店吗？对呀、啊。便利店那这边近。他应该在那边。卡。好了吧，我不会再吃泡面了。希望过年上点，哎，我也希望。吃的我满头大汗，谢谢沐雨。刚可能网不太好，哎，让我把衣服穿着吧，我晚上出来还是有点冷，而且我刚出汗了。谢谢爷爷。谢谢，等一下我穿个衣服啊，镜头有点晃。能上是吧？有其他丧尸题材上了那就好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找那个啥，出完汗之后啊，一定要等汗落了才能出门，才能吹风，不然立马着凉。要么居然穿件外套。下个月15就跟白凤凰合作了，哎不，这个月15，补一个跨年烟花。你们看没看那个视频，老好看了。其实那个视频还有很多我没有剪出来，还没有剪出来。虎哥发的那个都是我给他剪的，哼，他原本拍了个音乐真的超级难听，就是虎哥发的那个烟花视频。家人们，头上插的是簪子，
有 one my destiny。 我嗓子好难受，千万不能感冒，家人们，感冒了就说不了话了。三子。被小奶狗导演拿下，他早都被小奶狗导演拿下了，好不好？准确来说是他拿下了小奶狗。那个帅哥拍着呢。有润喉茶吗？有吧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还是得吃药。你喜欢我。我也喜欢我自己。虎哥那个是我给他剪的，我把我的素材给他剪了，我没有什么发的了，谁懂。对啊，我要谈了的话确定了我再公开。哎，不知道我更像谁呢，好想谈恋爱啊。真的说真的了，家人们，没开玩笑，他们人类。没有再拍吧，我感觉。发个消息问一下吧。设备都去哪了？对啊，我身边都是谈的，我不谈是不是有些不礼貌？哎，都在秀恩爱，然后我呢，单身狗，蛮孤独的，真的蛮孤独的。谈的话也要找自己喜欢的呀，目前没有喜欢的类型。人呢？他们？但是他的面得什么时候？一会儿要拍绑架呢，不用换衣服啥的。我没有，我要对，首先个子要高，大概得1.83米以上。其次就是要帅。再就是要人品好，人品是第一位啊。台词的话呢，得看多长了，如果很短的话，一秒钟就记住了，长的话那就说不来喽。公务员不考虑。长得一定要帅，家人们，不帅不考虑，一定要帅，这是我的第一要求。那帅的话，就看到会心情很美丽。然后你们到时候我秀恩爱的话，你们也会就是对眼睛也很友好，对吧？谢谢皮卡丘。
啊，长得丑的，哎，不是说丑啊，咱不是说歧视丑的，咱们就是说长得长相一般般的话呢，那咱们也不好意思秀嘛。Yes， 爱美之心，人人有之。怎样才是帅？就是帅，没有怎么样。给我给张纸，谢谢 H， Thank you。谢谢皮卡丘。对，就是一目了然的帅。什么叫怎么样的帅？丑帅丑帅的。画龙的男主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不一定找演员，没有说过要找演员。找演员事儿也很多，家人们，找演员事儿才多呢。我如果找一个男朋友，男朋友是演员的话，我绝对不允许他拍吻戏，绝对，知道吧？我绝对不会允许他拍吻戏的。但我的话呢，就不能限制我。吻戏现在都是真拍呀、啊，现在哪还有借位的那种？除非说是有家室的那种男人，女朋友像我这样就是双哎不是双标，女朋友像我这么事儿多的这种，可能会借位。哈哈哈哈，你好可爱。啊，但是我很想谈呀，我2024年的终极目标是要谈一个好恋爱，但是算命的又说我2026之后才有好桃花。秋元现在都是解围牌哦，好吧。不不不，终极目标是赚钱，然后其次呢就是要谈恋爱，谈一个帅哥。路虎，哎呀，路虎那不是今年的了，今年可能实现不了。路虎实现不了今年。别像你一直母胎 solo。路虎差得远了，而且，哎，我嗓子好痛，一直在说话不想说。而且呢，就是，对，我今儿话有点密了。偶然偶然接触到拍戏的，哎，对，我直播话少，我因为我纯爱人，非常爱的一个人。我操，在哪儿室外不下雪？我在东北。说实话，我晚上都不敢在那边宿舍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这边特别不安全。那我嗓子绝，是的，很绝。他们在哪里拍啊？
也有很多那种住的人比较杂嘛，你们想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天晚上到这里之后，就有一个，我跟我助理出来取外卖，然后两个女孩，那里面又黑，就没有路灯也很那啥，然后就有一群男人喝了酒之后就往回走，看到我们两个，他们就想上来搭讪，我当时紧张坏了，您记得不？第一天晚上，我也没吭声，你也没吭声，不敢说话，然后他们然后就有两个男的想过来，然后又走了。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种事，对，我下次我就装癫，我有病，我撞心脏病犯了。啊，不行，好痛。啊，我也看到过类似的。啊，嗓子我也是觉得是要，省着点用的。哎，现在就有两个男的看着我，好害怕。主要这边全是男的，发现。杜亚飞呢？快来拯救一下我们！没有室内，哪有室内啊？不行，走哪儿？来，他们在哪儿拍？问，在楼下，就在那个楼下。走。哎，他们说吃饭了。那就让他过来。吃饭了。上楼吃饭，让他过来是吧？你就上楼吃吧，那回吧。好的。回吧。一共多少个发型能够换？也就换来换去那么几种发型。走啦。没事儿，这种时间要装淡定。他带我们呢？他们。他说说。我们直播间500多个人呢，怕啥？不怕，真的人蛮多的嘞。嗯，放烟花了，但我们这儿看不到，只能在市里面看的。闪现过去，有点瘆人，看不着烟花。这几天出门就直播，我单独待着的时候会播的。其实我觉得海南的风景就是这种树，我特别喜欢。你看，我好喜欢海南的这种晚上的感觉。不出了。这部戏的话，5号吧，5号啥？
带一颗回去，这椰子很难喝的，这是观赏椰。我也想着是以后可以在海南定居，有钱了的吧。等我什么时候经济独立了，我现在也蛮独立的啊，就是财富自由了吧，财富半自由吧，我就在这买一套房，把我爸妈还有我们家小狗小猫带来。借你吉言，今年就有钱了。为什么一定要靠嫁来海南？我也可以选择自己挣钱在海南买房，对不对？一定要靠男人吗？对，是靠自己，都是靠自己。可能都有点驼了吧？是湿的是吧？啊，炒刀削。可能是有点湿，你快吃吧，一会儿驼了。去那里。啊，去里面吃哈，走。刚才那保时捷。嗯。不知道几年的，方向盘硬的跟石头一样，单手根本掰不动。硬盘，2008年，估计12年左右了吧。嗯，那么要看，太黑了，太黑了。这里有人打篮球哎，我好像。哦，那边有篮球操场，旁边是我们男主。蛇子呢？打了。他在上面。肚子好饿，去吧去吧。他黑了也好看，月月别这么花痴，跟没见过男人一样。你看看我看他，我就不从来不说他帅，我就一直在说，我一直会气他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拍了三场了。对，还剩两场，剩两场。对。拍完之后。嗯。哎。你要不要去那个车上把咱们的那个包拿下来？他给你好像就是老板给你加了点醋和辣椒。兰州拉面的特色就是根本就看不到肉，虽然点不管吃牛肉。他们家牛肉不好吃，猪面好吃。薄肉。杜老师好帅。看一眼杜老师吃啥好吃的，你是刚不知道吗？我刚当你们面点的吃啥好吃，你想看杜老师你就直说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借口找的真是。来，给你们看看。那倒是。啊，刀削面知道了吧，快吃，别看我看。一帮人，哎，真的，我这边都是一些女色批，不要见怪啊，是吧？不给你们看，就是不给你们看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我问你，杜老师姓什么？姓杜啊。没事儿吧，月月？你想给我挖什么坑？你直说吧。你现在喝吗？还记不住我戏里面的名字。只是这一步而已。啊，是。家人们，上饮料了。啥呀？怪热的，又热又冷。甘草片儿没有甘草片，没有甘草片，选一个哈。
吧。想买个全场。不买，等我出去去便利店买就好了。对，我知道他刚好去拿快递，洋洋顺便拿买一个那个口香糖带回来，九九五两份。对，他的鼻子长得特别好看，鼻子长得老好看。他们说你鼻子长得好看，回应。谢谢。小周，娜娜是吧？这就是。娜娜本人很好看。其实我刚跟娜娜拍第一部戏的时候，我之前有在抖音看过她，觉得看照片视频我也觉得还好，但我见到本人我觉得特别好看。哼，差点就爱上我了。是是是。这个是一天吃几包来着？一日两次。刚不给你冲了一包吧？哦，对，那冲的那是啥？就这个红海宝。这个吗？啊？你等我再喝一。怎么会是这个呢？是红海宝吗？颗粒。嗯。咳嗽颗粒。嗯，这个里面就是那种冲剂。哎，就是没味道。那别吃了呀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这不想吃一口不行吗？你说你没胃口，没胃口，但我想吃一口，行不行？还有还有是吧？我再吃一半。怎么那么棒？你吃好，给他寄到新疆，安排一下吧。孟娜，别欺负你杜老师。好了，我下了。我生气了。啊？就是下了？嗯。不会吧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要下，不是我要开了，家人们。是吧？他们都说我好看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。拜拜了，家人们儿，说再见。亲哥。啊。拜拜。新年快乐，说。新年快乐。嗯，拜拜。